近日关于范冰冰被捕的传闻非常多，日前台媒报道范冰冰被拘了两天又释放，再度引起轩然大波。据台媒报道，范冰冰的消息是由知情人士提供，并不是官方消息。如果范冰冰真的被抓，不会像现在这么平静的，所以台媒的报道可信度存疑。台媒报道内容配图是范冰冰被抓的照片，其实这只是一张剧照，被网友指出只有死刑犯才戴脚铐。二日上午，范冰冰公关总监、执行经纪人张宪林就发文辟谣，他写道：“你们看见一个网传留言不兼重实的转为新闻稿件，白天又加醋不求证，就登上平面报纸和电视，甚至公然拿着明显是以花接木的假视频和截图去做各种严重失实的新闻报道，为了你们的点击率和销量，你们为所欲为，胡编乱造，无视对别人造成的伤害，把利益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你们的职业道德在哪？”范冰冰公关总监连续在多个网站发声，维护范冰冰的清白，表示范冰冰被抓是严重失实的假新闻，对范冰冰伤害很大。事实上，最近几天范冰冰有很多新广告上线，她的硬广告下投放很多，各大代言品牌对范冰冰也非常信任。范冰冰本人在代言视频中也透露自己的近况，她表示自己很好，她每天的工作都十分紧张忙碌。现在范冰冰经纪人发声辟谣，否认范冰冰被抓，范冰冰的粉丝也可以放心了。